就去到妓院。當初昔日香港的軍事重鎮和漁村，今日已經蜕變成世界回廊城市，延續策略據點的地位。坐擁未來三核心之橋頭堡優勢，是香港中環、深圳前海、珠海橫琴未來三大商業經濟圈的中心點。星匯位處政府重點發展的東涌，同香港及大珠三角的經濟一齊向前，鄰近機場接通世界，而各項大型基建將陸續落成，包括預計於2016年完工的港珠澳大橋，以及屯門至赤鱲角南面連接路，生活四通八達。在這個一小時生活圈，30分鐘可達中環商業核心區。隨著港深西部快速軌道落成，緊扣香港和深圳兩大國際機場，一躍直速，前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，瞬間連接澳門及中國重要樞紐，佔盡先機。眼光放在東涌，更好的將來伸手可及。身處在東涌，碧綠氛圍，遼闊空間，日與夜感受大自然賦予的喜悦，這裡匯聚環球氣息，你的生活圈子將會更加國際化。眼光決定將來。這是我那支影片，我選出來。